是回旋曲的执行制片，我叫谢佩珊。我是回旋曲的动作导演，我叫吕家俊。那很高兴这次可以入围金穗奖学生作品，然后可以让 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的。我们得知入围的消息，其实心里还蛮开心的，因为那时候我在当兵啊，心里真的藏不住，虽然当兵很闷啊，然后想要趁机会就说，可以趁机会回本，这样这是比较现实面的问题，可以趁机会赚钱一下，不然因为我们花的钱是其他组的比较多一些啦，比较多一些的话，想要趁机会回这个本，然后看如果发展顺利的话，搞不好以后还可以继续得更多奖，这是最好的。我们片子是融合许多商业元素在里面，然后有爱情片，对，然后有动作、科幻这样。歌舞到最后就还有歌舞，然后我就觉得每个场面都是还蛮精彩的，然后大家而且那些动作都经过设计过的，然后非常的精彩，非常的好看，所以我们对我们片子还蛮有信心的。因为这些我们拍的元素都是学生比较少去接触到的，然后所以一开始着手的时候其实还蛮困难的，就比如说动作啊、武侠、歌舞，这算是我们花比较多时间在上面的，尤其是武侠跟歌舞的地方，最后可以拍出一个最大在那个中正纪念堂搭一个将近100人的大歌舞场面，我觉得场面非常浩大，非常精彩。